哎，你好。可以啊，在中国几年了？还行。然后谢谢。然后关了它冲水。然后你关就冲水了。对。啊。这是清洗。哦。然后这个到时候停了之后，这里还有一个烘干的，必须干的。对，风吹出来烘干。看一下看。那等一下它就会出来，等一下稍等一下。就自动出了。它这个水冲完，它就会给你烘干。烘干开始了。有点慢了。它不是现在已经在烘了。已经烘。那已经在烘了，我帮你拿着，你可以试一下。哦。它还那个温度可以调高，现在我没有开过很多的温度。对对对 ，OK。OK， 还行。我脚靠进去，它圈就完成了。在这个情况下，你再脚踢一下，它就冲水了。我现在没接水，所以它会接水。然后自动冲水，自动冲水啊。就你男士，这个是男士的。就女士的话，人在上面，一坐它自动冲水。如果男士的话，那你要先把圈翻起来，对不对？就是你先用脚把这个圈翻起来，圈搞起来之后，然后你小便，小完便之后再踢一下，冲水了。就是你全程手不用去碰它。20几块吧，20几块。
Can you speak Chinese?这个东西一两毫没有，可以啊，继续拿出来。我们是从那个你去了哦，看到了。还有一个这种大牌的。大牌啊。哦，大牌的这种是说有水的话自动打开，没水的话自动关闭。哦。还有这个也是一样，排水方式是一样，但是这一个的话它是四方的。啊，里面的话就是说还带一个隔头发的，头发它不会跑下去。我不喜欢卖便宜的。然后这种是不锈钢材质。的一个款式。对，其实我。然后可升降。哦。可升降，可旋转，一个大把可旋转，可收拉。哦。做的也都拉，就是说这边啊，可以调节出水方式，水花，花洒式出水，正常我们的出水方式两种出水方式。不错不错。
The dark color? Yeah, I see it. We call this craft paper. Oh, craft paper. Okay. And they will be imprinted into the phenolic glue and melamine glue together and put them in a machine in hot press. Hot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 Then press them in 1.5 hours. 1.5 hours. Then.
become this layer. So we call this high pressure. High pressure. And the laminate. The first layer, second layer, laminate together. Okay. Is the same way you print this one too? Yeah. Yeah, all same the process. The process is just change the color. Change the color. Just color picker. Because we have many, many colors. We have almost 300 colors in total.你再动一下吧，你再动一下。
那些玩具吗？一些什么？可以做凳子，也可以做玩具。来来，这个。对，动不了了。哦。可以啊，你灌一下。嗯，好。OK。